老板，来份爆炒螺蛳粉。好嘞，小伙子，13块钱一份，加上这个98号的色拉油。95不行。95的品质没这个高。看你面相，小伙子，你应该有俩蛋。你看的没错。你看的没错啊。这样对称，哎，左右各一个。好嘞，鸡蛋下入锅中，一定是要快速用右手给它打散。老板，你这菜怎么那么臭？你是不是没穿鞋？螺蛳粉不臭那就不对了，炒螺蛳粉的人都得臭啊。来上这个酸笋，加上其实臭来源于这个，就是这个酸笋，你闻一下。我不闻，死臭死臭的。你用脚踩的吧？没有。辣椒吃不吃？吃。看你面相带痔疮，肯定要来点辣，这样效果更好。真不错。来上这个小粉，下入锅中，这样一份满满当当，只要13块钱。来上这个秘制的红油，秘制的，哎，就这么一加，哦呦，这个粉小味道就无敌了。再加上这个臭酱，又称为叫螺丝酱，臭酱，哎，对，再加上这个米醋，酸酸辣辣，要的就是这样的小口感。哎，老板说话可以啊，干了6-7年了，吃过都说好。这一天得多少份？一天就100多份。挣不了多少钱，一份挣个快8毛的，生意还行。小伙子，看你年龄能有19啊？17，17是吧？对，比我大2岁。你大2岁啊？对。你有点着急啊。其实炒粉是我的副业，说相声是我的主业。就你们来消费了，一定得让你们满意而归嘛，是吧，小伙子？满满当当这么一份，就是待会儿盛不下，我拿脚给你踩，不是拿手给你往下按一按，给你来上一勺花生米儿。哎呀，灵魂在这儿。我们这个脆的腐竹啊，给你加上，就这样满满当当的感觉。哎呀，记得用嘴吃。好，谢谢老板。